嘿，有声音，来空中听音乐，逛老市场。时代在进步，社会改变，爱的就在地长出新文化。今天起，用客家玩耍。做客 Recognize。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安坐，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6.7环宇广播电台左哈 Recon Live 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子贤。安放以后，一家礼拜一拜，早晨九点在空中绕大家来见面哦。又听 Any 节目的听众朋友是第 Any 的留言时是在新竹市的东门市场。两片呢 ，Any 整理过后变做一家 Open Studio。两今年的东门市场哦。从一家慢慢本音不记得的古迹，渐渐开始闹热起来嘞。两边除了有动到好学的东西，没有动到的后生人，记得的工作时才安尼东门市场用记得的方式来本两家老市场重新有新的发力。今天的节目呢，带来第一首歌是客家音乐界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的最新作品，同样的也是今天的来宾。这位来宾呢，印象子轩也非常的多，可以说是走哈 recognize 报道两下嘴台妹，用嘴台妹来形容好像也蛮适合的。最大的来宾，我们先一起来欣赏他最新的作品《该三年》。
岁岁年年啊爱甘愿牺牲一切衷心给为你来祈求祝愿希望你幸福身体康健希望你平安虽然远在天边啊该三年平安人生最快乐一段时间下届三年平安人生最快乐一段时间嘿嘿，唐琼朋友，你就团斗了吗？你们猜到了吗？刚才你们听到的歌曲就是谢宇威老师最新的《创作专辑》，那首歌曲呢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哦。那三年，该三年，该三年，聊聊过去在专辑第八图有抒情版，也有深情版。刚才你听到的是比较抒情的版本。这个礼拜我们很荣幸的可以邀请到谢宇威老师来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打嘴鼓聊聊天。先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谢宇威老师分享他最新的近况以及他的音乐故事。做客 Reckon Live， 欢迎转来做哈 Reckon Live， 根本你动用很强的 N 列来宾系恰意味欣赏老师，好久不见，子轩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恰意味。哎呦，东方一要强宇威老师的节目，然后台高打嘴鼓哦。宇威老师影响我真的是很深啊。其实我常常在节目中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子轩能够进入到这个客家音乐圈，其实跟宇威老师有很深的渊源。但是今天，今天要很恭喜的是，老师的第九张创作专辑《该三年》专辑。哎呀，以前环宇的听众对老师是很熟悉，不过再让大家认识一下，老师很难为他干音啊。我是桃園新埔的客家人，那寰宇也有关系，其实差不多当久了，有差不多十五年了。十五年还是十五年，特别我在寰宇也有主持客家的节目，我当久没主持了，今天到寰宇来上演节目非常的欢喜，好像回到娘家的感觉。不过你厉害的节目，让好做的时间没好没穷用，因为好做的时间寰宇还在刘印师第八度，我们这边是在市场里面的、非常贴片的，我今天来哇。我已经吃好几摊了，然后非常恼眼，东门市场非常特别。老师对这种市场的那种感觉应该很有很多想法。太有 feel 了！我去那个大白蚁旅行哈，我们讲一起来到国家，我一定会先到市场里面，因为都是从地位都你走在看到摩拳的国家，佮有文化，佮有生饭。对，所以刚刚看哇，好开心哦！那其实是一个很老的市场，但是让它要变成 SOHO 舒活区的感觉。我去都是一家感觉螺丝窗哦，不过。动作有上音对两片、所以从 N 你做客家文化的东西的时间、其实 N 你们西昌会讲上一本 N 你的客家文化好有上、所以我觉得把客家的节目也好啊、或是我们想做的音乐跟年轻人结合、我觉得来到这边是很适合的。对啊，非常特别的。你也应该爱主感觉非常有新的风格的，因为老我爸爸好老，我妈客家人嘛，你老家好老老客家话都要融合起来，非常特别。新梦欣赏，爱转来哩，爱转来哩。哎呀，本欣赏恶诺是当永恒的事情。我前两日看个网络直播啊，那个欧比王那个神棍乐团，佮佮合作啊，唱的非常好呢。系啊系啊，该系每一家也是一个圆梦的一个机会，因为四分位啊，他们想要推广，就是跟乐团之间谈论梦想啊，所以该唱系嘛个一家演出哦。啊，其实该唱系，别同爱放满意啊，动用人，没关系啊，反正就纯聊天，对不对？哎，该唱系嘛个 TP 的，都感冒非常 TP。因为有神棍乐团绕 Andy 三平块 Andy 动唱系向上走哈卡音哦，所以啊，该东西四分位记得来到新主席的时节是绕墙 Andy 去。讲 Andy 在做乐团的时节哦，拄到嘛个问题啊，心路历程的分享啊，因为在新竹嘛，所以他们就想说邀请了跟客家有关系的乐团啊，一起来分享。好像是一个演唱会啊。在新竹的风 Live， 我们新竹有一个新的 Live House 叫风 Live House， 那是我们自己新竹市政
政府在管理的。哇，那它其实设备很好。可能新竹洞穹与洞洞诶，新的场所还有新的该种演出的场地哈。系啊，那许多新竹市哦，诶，对 N D 诶，友善因都很友善的一个地方。嗯， 嗯所以不管有什么想法要愿意做的话，像我们在这个老市场，去年我们还做了环境剧是《古惑仔》。哎呀，哎对了，这不是很像那《古惑仔》的场地？哎呀哎呀哎，真是非常特别哦。唐中朋友又喊走在来东门市场来行行啊，非常特别，动作好事的东西。好了，我好，你转到节目讲，来小改新传记，那谈论信上的新传记。好了，不能你小改下你的新传记，好啊。哦，你要转到改三年了哈。其实今年挨五十年左右呀，从年轻的时候也是那种青春之心啊，那渐渐的已经步入中老年了，五十知天命，所以讲该上面系讲，因为圣名当中啊，当多圣洁的事情，又从小世界啦、初中的世界啦、太后的世界啦、初恋的世界，嗯圣名的跳白当多谜团思件哈，全部又当圣洁的事情就献给那些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时光啊，代替也安慰一次。那对老师来说，那三年最美好的三年是哪三年？其实有咩讲？转起我讲到该三年吼，主要系咱爱高中三年老太后的时间啦。因为惨绿的单恋的三年，跟初恋在大二的时候，所以讲应该系特别写高中老太后的时间。哦，都是以三年为一个基期。其实该说写够咩样的时间，因为该一年好像太特定一个，该两年。好像挺精彩的，该新年又挺冲的，该三年哦，听起来好像比较有美感，所以讲用该三年了。不过老师，最近我看到这个三年很有感觉，因为像现在很多年轻的乐团出来哦，所以我们常看到几个乐团，突然冒出来了，然后大家就说，哦，现在的乐团三年一个时代，三年就换一批新的了，可能比以前更快，更快，越来越快。以前可能也许十年一个世代，后来是五年一个世代，现在真的好像很快，三年组一张石头。除了独立乐团以外，我觉得 Kishi Annie Haka 已经变得动听，最近动多新的和尚音乐。还有就，俺根本还不是唐国基的名呢，俺看不俩就是动过见到见到的客家的和尚的创作者来感应。因为应该本来哦，我都一直自称新生代，你知道？我以前在老师面前，我都是新生代。后来因为记得有后生的英雄英出来，我现在变中生代。对，我感觉你好像突然变成中年大叔了，我变老了，因为跟他走爸爸了呀。哎呀呀！这以前那个阿婆常讲的，不能记得有叫老了呀，追到老。我讲真件哦，事件是才搞动感快。我以前跳板，你带他到来，他到天水上班时，他开始他们结婚了，暗黑白领阶级，对，每次都被熬得很。很惨的感觉，我看看是跟狗安跟看两那朵两改的个金曲奖的动力会，也是托老师的福啦，因为其实七个动力会。因为老师以前在我初期做音乐的时候，真的影响我很多。常请你吃好吃的东西，那个很重要。上山下海，山产到海产。第一号强阿姨是好吃的，那东门始终东都好吃的东西。不过其实用办公杨雄，因为东都线上啊，早期的时间做的客家音乐，其实杨雄东都 any 的阿皮，还有 any 后辈的阿皮。英雄音，所以我觉得一代一代传一代，对啊，彼此的影子都在。就会文化现象就会从化学变化，就会不知不觉中就会相互影响到。像俺上一批俺组谈个五神子心脏的歌曲啊，该谁谁经常你看就读俺有非常台英雄，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老师，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啊，我觉得我好像很早就听过了。买过。这首歌是以前你跟马修在主持台湾客翻天的时候，就常常有听到你在唱。是是是，这首歌 K 西仔你新传记第二度没有秀哦，第一条歌曲牛兰扇给插染，嘿插染。我想现场听你演唱，可以吗？哦，走得了，走得了。好，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现场回来，我们听宇威老师现场演唱这首牛兰扇给插染。做客 Recognize。玉兰山的茶园呢，肩头山呢，太平洞呢。
将伊来食材。采摘两三片啊，三日内该三日莫摘秋落了你哟。食材，欢迎转来做哈 Reckon Life， 甲余威老师现场表演的聊聊够 Q， 或者牛栏山给插燃。老师，你们会怎么讲？就牛栏山的茶烟呐、啊，牛栏山的茶烟、嗯，茶燃茶烟全部做的。因为老师四海腔，四海腔。对对对，爱罢工，还有爱骂工吸烟。哎、欸，你看其实发烟呐、啊，冠系啦、啊，信封盖片啦、啊，全部一版一版。他敢不喜欢用，等未来可能会变成一种新的腔调。我觉得很有机会啦，因为台湾的文化都很靠近嘛。像我们之前的来宾黄雨涵啊，也是四海腔四海腔。他发音有时候我想要纠正他的时候，我发现不对，他讲的那个又很像四线，他自己就去收理说，哦，其实我在龙潭讲的也是四海腔。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其实侯尚英给到走的。做咧公主动好咧，他讲到标准 ，NIS 谢天谢地。看这部马英录音带，可能也动作摸错诶。跳白爱讲的时间，录音带马卖偏卖偏，人家来陪主诶东西。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因为文化的，老实说，其实语言流失已经很严重了。年轻人愿意讲，非常值得鼓励了。对，像我在这个老市场啊，老市场里面其实有一些阿婆，就是我每次碰到他们，他们都跟我讲河洛味。因为新竹市大家都认为说河洛郎比较多，所以那个。阿婆看到我都说：“哎、欸，少年呢，立马来市场哦！”啊，然后聊完以后，他转头过去，在电梯里面碰到。欸他说：“哇、哦，还跟不跟和尚一安度哦，安凑一个。”你知道他们就是会自己讲客语，然后我就会过去跟他们讲说：“哎、欸，阿婆很爱美，他讲你。”他说：“哎呦，你就和尚一喊喂，讲他搞不。”很强哦，可是其实他们的客语已经也快忘记了哦，真的，因为他们有时候住在都市里面，都讲闽南语，被同化了哦。所以最近 Andy 走动作的时间，从 Andy 去聊阿婆的故事，才是兄弟不会读哦。其实那许多对基督来讲，也是一个复习他们的回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市场里面有很多新鲜事发生。
公专类够 Q 哈，老师该上念压中专系的不？其实，跟很多你的老朋友有合作。其实压中专系要强动作的音乐圈的好朋友，从李星云啊、范宗沛、侯志坚，还有董运昌。其实来讲要感谢嘅文化部啦，哈，要不要经费，不然要下充足嘅嘅经费来录音。所以讲，这张应该是客家的专辑里面第一次有邀请这么多的音乐圈的大师来加入这样子，阵容非常的庞大。其实你讲像李星云啊，李星云家妈妈系中浪嘅客家人，从会跟李星云合作，就特别督导李星云讲，有机会让你跟他来合作，讲好啊。叫我妈妈也客家人呢，我说啊，你妈妈是客家人。他说他妈妈是中浪的客家人，那个有一天范宗沛，我一直以为范宗沛是万神老嘛，是就你知道吗，我是江西的客家人，他爸爸是江西的客家人，哇，还有像雷光夏，雷光夏他妈妈好像是苗栗还是哪里，雷光夏的妈妈也是客家人，像黄宗岳湖北的客家人，他爸爸是湖北的客家人，其实音乐圈还真的蛮多客家人，大家都不知道。像我那天才跟大家分享说，灭火器的杨大正哦，杨大正的爸爸没哈嘎尼哦，真的吗？啊，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写，还记得了下跳哈嘎歌，记录下哈嘎的童谣啊。他爸爸是哪位哈嘎尼？他爸爸是梅县的客家人哦，是台六的哈嘎尼，台六，所以他们早期一直来台湾，一直认定自己是外省人哦。但是他爸爸有一次我碰到他，他爸爸说：“其实我也是客家人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都跟我讲客家话，只是我听不太懂哦，所以他爸爸不会讲，到他们这一辈也不太会讲。觉得说起隐形的客家人还真多很多啊，所以其实那许多案例有推翻谁安用的温法师高流都会高流。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音乐大师，在他表象上，比如说他做的音乐没有拿他的客家的文化出来，可是其实其实他的文法养雄基丢没懂懂。我倒是觉得这一次哦，在老师的作品里面哦，所以刚刚提到啊，比如说李星云老师啊，罗贝多扎亚斯凯亚，然后侯志坚，这次碰到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你的设计师哦，他的名字。跟你很常用的编曲是蔡旭峰老师差一个字哦，蔡成峰，嘿嘿，对对对，不是他弟弟，不是他弟弟吗？妈妈，读好了，两百设计哈，嘿，特别爱转到时间搞法图，开始接去国小五年生、六年生，搞起龙岩法图，后来去变一家动物漫画插画家，那叫做薯条先生，哦、啊，两种专辑他来回来跟我相认这样子，我就说啊，那专辑来请你来设计，所以讲感谢他，其实专辑的那个封面啊，本来是李海顺拍的一张小的一个黑白照片。那我就很可以用电脑绘图的方式哦，把那个海岸变得非常宽广，然后把它变成彩色。所以两种专辑其实呢，整个封面的意象哈、本来是一种色色的弹出一些白盖相片。不过就是我的学生把它变成一个很辽阔、很漂亮，像油画一样的质感。因为本来是一个黑白的照片，嘿，本来也不拍，然后重新上色。对，我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专辑可以打开来，其实外壳跟封底是一张画，形成一个很辽阔的海。世间是无常的，很宽阔，人在天地之间是很渺小的。然后，黄昏呢有点温暖，但是有点冷风，在回忆过去一些美好的事情。大概专辑的意象就是在说这样的事情。不过老师，我觉得有一点我就蛮好奇的，我们看到辽阔的海，然后您坐在沙滩上，那旁边有一个很像平交道的东西，因为是河神的关系，他本来是坐在一个沿岸，就是有那个消波块的一个沿岸，沙滩是电脑铺上去的，所以那个部分有一点点没有河的那么。不过我真的觉得这是海边拍，我第一开始我没有觉得这是合成的，我真的觉得老师拿去海边然后拍了一张照片，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大海。对，当兵也在小金门，每天看海，所以从小就很喜欢看海，因为该海巡哦，非常发的该种开阔的感觉，我很喜欢。因为像安尼哈刚因好多的时阵，安尼脸上的散呐、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老师一起去长滨、然后我们一起开那个玉长隧道出来，突然左边是山，右边是大海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啊，我那一刻我才觉得我们台湾真的好特别，有山有有山有海，嗯。然后在我前面这一位呢，又是我们客家。声量有如大海一样的温暖。我其实我是信封音哦，信封音啊，该带回孙。其实我们信屋算是靠海的啊，祖先可能都是用音讲系郑芝龙哦，郑芝龙海盗的后代。所以我们讲海六位客家音哦，可能跟别的地方比较不一样，比较好酒好赌，比较豪爽。我这边有海客文化。你可能该讲海六位音哦，动作该这种鲁曼啊，酒鬼啊。真的有点不一样，说那该苗栗的哈，那该够用，该这种哈敢警示摸马汹涌，觉得血液里面有一种土匪想要拿刀砍人的那种 feel 这样子，还是因为 any 公回流的空调，其实好能
台上过诶、欸，因为我觉得海陆腔它比方说你是帮忙、嗯、它比较像摇滚跟嘻哈比较直接一点、嗯、那你说四线你是帮忙它就比较软、嗯、我一直觉得海陆腔真的、欸、可能它的语调的关系、喔嗯、那个个性好像有点不太一样。我还觉得海陆腔比较适合念 rap， 对对对对对，四线腔是因为它是比较铿锵有力。我们从高山大海聊到 rap 客家的 rap，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回来再一起听宇威老师的音乐故事。做客 Reckon Live。像吹裂的梦，暗夜的风吹到身上仰外喊在歌，小气加提昂，偏偏痴心点一感情的落路，还记得去年当时你的温柔笑面容，空过的花几多飞几多快乐，你敢是全部当作模样全记得路，想到爱目字流我想到爱心肝脆弱，将离开莫再过来，爱当作今生梦中太醉离一场，用生命莫非爱过，因何去茫茫寻到快乐生起老希望，小气加体昂，甘心跳下无名的苦海，还记得去年当时你的温柔笑面容，眼里讲过的话几多飞几多快乐，你敢是全部当作模样全记得路，想到爱目字流我想到爱心肝脆弱，将离开莫再过来，爱当作今生梦中太醉离一场，将离开莫再过来，爱当作今生梦中太醉离一场。Thank you.
欢迎转来做哈 Reckon Live， 我主持人翁子贤，今日谈到系车衣微信上，在佮最新的专辑《该上演的歌曲《秋叶 Autumn Leaf》。老师，这首歌算是经典名曲。其实是名老的 Autumn Leaf 的曲名啦，不过旋律让歌词就唔好强用、哦、因为两条歌曲做在讲系差不多了二十多年吼，就有冇讲浪天一朵，我的脑海就会一直回荡这个旋律。嗯，那后来因为关凌之关姐老给制作一张音乐专辑，偷了动作歌曲，不过全部会犯冲哎，我觉得还缺乏那个新创作的歌。嗯，我就让大家脑海回荡这二十多年的旋律，把它谱上客家的歌词。嗯，那两种客家的专辑老给表做了客家冲，整个的歌曲的氛围其实就是那个西洋歌 Autumn Leaf 的气氛，就是秋风扫落叶，一个人想起他过去的一段感情。可是很好听，是爵士的曲式。对，就是他本来写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要用爵士，然后有点香颂的味道。嗯，所以要讲 Roberto 用那种比较拉丁的方式来重新编曲啊。嗯嗯，以前我跟老师认识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以前一起做那个客家新乐园这个节目。对对对，老师那时候是制作人，我那时候在做这个节目的执行制作跟企划。嗯嗯，因为那个节目的关系，让我真的对很多音乐都开了眼界。嗯，学了很多。哦，那时候真的是消耗量很大，因为一集差不多要做15首歌嘛。嗯，所以每集我们都要很密集的讨论。对啊，我第一次写客家歌的时候，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改了很多世界名曲。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拿到一个词是叫做《秋风的话》哦，然后要改成客家词。我第一次自己写客家词是在那个时候。哦，所以秋风那个西风的话是你写的？西风的话，对不对？哦，那时候连我都来不及写，就要你变成你要写。对对，我们那时候因为量很大，我们一堆人要一起。大概写了在三五十首，很多。什么该世界又买个阿里郎啦，阿里郎千峰之歌啦，还英文歌，还有那个 Steve Wonder My Cherry or More， 对对对对， John Lennon 的 Woman， 全部都有客语版。The White and Roses。对对对对对，很多。哦，还有熊盖买绿袖子啊。对对对对。莫斯科之夜，我那时候很享受，欸，因为那时候有时候要把这些歌剪成短版，所以我会帮这些歌去重新上字。哦，所以每一首歌剪接的时候我就再听一次。其实有些歌我也真的是都没有听过。哦，所以你在那里在 YouTube 看到的你特别那个剪好的上传，因为后来你做一家节目叫做十分客家。哦，后来哈卡西罗兰的节目全部变成短版的十分客家，所以那时候我都要帮忙剪。其实应该想起了，因为你那个节目差不多也是七八年前哦，该节目又走七八年的，那七八年其实保留很多的客家很宝贵的演唱记录，又等于还有六毛重构了，对啊，所以应该也是很珍贵的记录。我觉得很好，而且那时候我真的因为托宇威老师的福，在那边学到很多跟客家的这些历史有关。我们那时候还做了哈嘎够了时，做客家歌，还有吴胜志专辑啊嘛。对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像我那个阶段，我真的透过了节目学到跟很多客家的历史啊，或者是这些歌谣史。西摩 NDA 还有所有的客家八卦我都已经跟子萱讲过，他已经知晓客家人所有的妹妹感。我现在忘记一半然后消化一半变成我协议里面的东西。哦，不过再回到就是老师这张专辑的曲风。嗯嗯嗯，都爵士曲风。刚才提到客家新乐园那时候其实我们也用了很多的爵士的改编的曲风。嘿嘿嘿，老师这一次该上演的子周还有请到哪些跟爵士爵士相关的这些音乐人呢？琼了白又要强键盘手 Musa。 Musa 是一张非常出色的阿根廷的爵士钢琴手。哦，那他的专辑也入围好几次的金曲奖。还有比方说像张凯雅是台湾很厉害的爵士钢琴手。啊，齐兵凯雅。对对对，了白非常特别，又要强一位贝斯手，他是那个亚尼大乐团的，在那个美国很有名的一个拉丁乐团亚尼大乐团，他的贝斯手请他跨海就是寄档案来录音。所有的乐手都是一直之选，像我很喜欢李星云的弦乐，因为感觉给弦乐非常的有感情，然后很细腻，跟我自己的情感其实很像。你特别爱唐伯基变 Q 一个弦乐作品，我就觉得哇，好细腻的感情，很喜欢李星云的弦乐。那李亚白非常感谢他，他在百忙之间呢，就是担任那个弦乐的制作人。那也在弦乐上加了很多分数，因为这次有比较好的预算，就是你流行歌如果加上弦乐的话有更煽情的效果，整个的那个气氛就可以营造得更深刻这样子。很多人就会一直问说为什么常常制作专辑要花这么多的钱。其实就是因为一分钱一分货，因为你邀请了这么多的音乐人一起合作，让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尽善尽美，这就是为什么做音乐它很花钱。
不过专辑里面还有一位很有趣的大师 Roberto Zayas、嗯、前阵子他也来到我们市场、哦、他跟你的好朋友 Dido 哦 Dido 是是是，我们前阵子做了一个叫做 Bazaar Reckon Live 的单元、哦、嘿嘿，很有可能，所以要强的 Roberto 老师、哦、嘿嘿嘿一起来。 Roberto 很喜欢这个老市场哦，他刚好看到一个杂货店里面旁边写阿根廷鱿鱼，哇，他就很开心，很有感觉。哎 ，Kishu 呢 ？K 非常特别，K 也是符合 Tailback 全巴圭全国第一吉他手、嗯，全国的就是音乐的英雄这样。他是他的大弟子 ，Tailback 你去浪水是来推办表演、嗯，因为世界巡回，然后就跟这边的女孩谈恋爱，就变成台湾女婿，定居了。对，他就在台湾结婚，然后有三个很漂亮的女儿。所以跟 Key 非常特别，我们台湾其实也有很多编古典吉他或者比较拉丁的东西都会请他来编。到了 Roberto 的默契 Key 是跟 Tailback Andy 走进门、差不多六七年嘛、Tailback 动作够 Q 全部强机来改变、嗯、他本身对台湾的传统音乐文化比如说邓颖璇啊台湾民谣他已经有一些认识了，然后又做客家歌，他本来其实也没有经验，但是七八年的合作、嗯、他大概对客家怎么跟拉丁融合他也很有概念、嗯，所以讲俩种专辑，就是因为他本身写歌，是一开始写歌的时候，很多歌在写完成之后，我知道是有点复古拉丁的风格。给每个种我跟 Dido 是好朋友 ，Dido 的风格可以比较现代，比较动感一点。那其实俩种专辑，哎，该种歌曲比较有点像那个 Bassami Mucho， 是1940到60的那种老式的抒情拉丁啊，所以讲有点不太一样。嗯，我非常特别，就是我以前对这种拉丁的情歌就特别有感、啊嗯、那就是这几年就莫名其妙就是那个协议里面他就刚好写歌的时候就完成了这样的旋律、嗯、像秋叶啦熊盖上面都写完就知道这一定要用拉丁的风格来编。Roberto 老师啊他来的时候啊、嗯、我们都一开始想说因为他是吉他大师嘛、嗯、然后我们本来想说他来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有很多人认识他、嗯、就他那天来录影的时候很多人经过说那不是那个 Roberto 老师吗，哇，有很多人就为了他停在那边看，是是是是穷金布尼有雨薇老师要来，我们昨天发了一个预告、嗯、跟大家说雪雨薇老师要来、哦、大家要传讯息快来看雪人啊有人说老师很像达摩，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中旁边有没有鬼怪刚才我们还有另外一位那旁边的邻居说他第一首听到的客家流行歌曲就是谢雨薇老师的作品啊，老师的歌曲也影响了他们很多，很喜欢，所以金木一动心梦欣赏哦啊 ，Lloyd and Lee 东门许聪 ，Lloyd and Lee 走哈瑞哦，动 Q 很早以前就一直想过来了。来看常常來，对对，下次常来玩。那下周继续来好了，好，可以、哦、可以可以。好了 ，Andy 的节目金不音差不多这边告一段落了。金不音锦西东西摸，我的恩师谢雨薇老师、哦哎、不敢不敢，来到节目，谢谢子轩，谢谢子轩。对呀、啊，想要知道更多雨薇老师新专辑的故事，我们下周继续聊好了。好好好，我们的节目呢是 FM96.7 环宇广播电台，走哈 ，Welcome 来 ，Andy 大家礼拜六早新九点到十点哦，准时空中为台家来服务。金本一、徐梦叶、秀堂爱、主心音、翁子宪，今天来宾是谢雨薇老师，长乐聊，拜拜，拜拜，拜拜。
脚步风霜一路披上带你看电路永不认输梦梦大变为多前途春夏又秋冬叹岁月太匆匆上家不得半家错有时一下中天数一条看千山万树披一下发扬江湖念一念念风尘有爱感谢有你上下天数你是爱情清楚楚永远留的爱心度上家不得半家错有时一下变天数一条看千山万树披一下发扬江湖念一念念风尘有爱感谢有你上下天数迷信爱情清楚楚永远留的爱心度不是爱情清楚楚人生的旅途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赞助播出。